身体啊反应各方面的生理心理的影响。也有一个中文的翻译哈，叫身体会记得。好，这个图呢可能会模糊一点，但是我想呢你上网呢你是可以找到的，因为它的出处呢在我最后面的那个resources 里面我有念出来。它就讲述一个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，人啊他的身体的那个自律神经会造成的一些身体的反应啊，思维上面会有一种的厄运哈，常觉得哎呀不好的事情要发生，一种恐慌，悲观的看生命啊，会有忧郁，心跳啊，心跳的很厉害，或是呢也会影响到一些的性欲哈，那个人的欲望的消失。